国际间一个最新消息是，又有大逃狱发生了。这回在海地，已经有上千名囚犯逃了出来。那么这事情发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国家监狱。当地时间3号，有黑帮闯入开枪，造成5个人死亡，还有上千名囚犯越狱。幸存囚犯表示，睡梦中听到激烈枪响，监狱人员也表示，大多数囚犯都跑走了。而闯入监狱的黑帮后来还在街头开枪，要求总理亨利下台，他们更放话要抓捕亨利，也让海地当地的情况再度紧张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